为了让学生吃得更健康呢，泰山义学国中特别引进了以健康为诉求的阿诺手工饼干，希望学生在吃点心的时候能够有更安心的选择。为让学生在校内能有一个好的饮食环境，义学国中特别引进阿诺手工饼干，让学生们在食用点心的部分能够有更安心的选择。阿诺手工饼干表示，产品天然，不添加多余添加物，要让学生吃得健康，吃得安心。我们的饼干的特色来讲，除了口味非常多样化以外，那讲究的是用天然的食材跟有机的一些茶叶，还有有机的一些食材下去制作，所以在低糖低脂的情况之下，还有加上天然食材，在对于国中跟高中的学生的一个发育，跟一般外面的零食来讲是差异性比较大，所以吃我们的阿诺手工饼干，保证发育非常健康。学生表示，阿诺手工饼干软硬适中，入口即化，是非常好吃也非常健康的点心食品。我比较喜欢吃他们家的抹茶的。因为它糖分比较少。义学国中除了在学生的学习方面办学持续努力之外，在学生的饮食安全及健康也下足了功夫，让学生在各方面都能够头好壮壮，学习更加精进。阿诺手工饼干赞。以上新闻。